车友各位好，为了你的安全，舞台四周黄色的警戒线不要跨越或踩踏，谢谢。公益可以后哦，绝对安全。故宫南苑这边的花灯，好美好美。哦，在日本的，日本的灯饰啊，日本的灯饰、啊，日本美容室的灯饰，哦，好美好美。竟然有这么多创意巧思，可以。